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嚟到个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条题目啦。好啦，嗱，事不宜迟啦，咁啊，先望一望题目先啦。嗱，咁佢就话啦 ，in the figure，OK，、okay? 嗰个嘅 A B C D 啊，即系呢一个啊，即系 is a parallelogram 平行四边形嚟嘅。咁佢就话个 E 点啊 ，E 啊呢个啊，即系 is a point 就 on 呢个嘅 A D，OK，、okay? 而 such that 导致到发生咩事咧，就系个 A boy 就会等于个 A E，OK、okay?。咁啊，佢 mark 咗喺度俾我哋噶啦，见唔见到啊呢、這个？好啦，咁佢叫我哋啦，就系话 proof that 证明一下嗰个嘅 x 再加 2y 系等于180度。好 ，OK， 事不宜迟，攞张单子出嚟先讲啦。咁由于成关系科技都好先进噶，咁啊即系咧，成条题目出翻晒嚟，咁啊大家唔使期佢啦，真心可以望住嚟做啦，咁啊悭啲时间啦，非常方便啦。嗱，冇急，慢慢嚟。咁啊，谂下讲下幅图先啦，我都冇乜养分噶啦，净系油咗个颜色，叫做三角形 A B E 咧做黄色，方便我讲解咁解嘅啫。OK， 嗱咁啊，鉴于呢一个系一个平衡四边形啦，系咪啊？咁你有冇见过平衡四边形对边唔平衡噶？即系简单啲讲啦，不如我 mark 喺度啦，好嘛？嗱，都几明显噶啦，即系咧，而家对边个 A dot 咧，同埋个 B C 应该系平衡嘅。OK， 得唔得？嗱咁，所以我就会咁写咯，就系、是、clearly 明显地。好啦，我就会话啦，就系只就系、是、嗱、我会睇到啦，就系、是、如果呢一只系 Y 嘅话，咁理论上呢一只都应该系 Y 啦，系嘛？嗱，咁所以我就 mark 低佢啦。嗱，呢一只都系 Y。嗱，点解会叫做 Y 咧？嗱，或者我 mark 好少少啦 ，OK？ 咁啊，个箭嘴阻住我 ，OK？mark 过啲。咁啊，呢兩條邊係平衡嘅，我 mark 嗰啲咁解啫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好啦，就我 mark 翻呢個角度喺度啦。呢、這個角度係 Y。嗱，原因就係因為呢度有對平衡線啊嘛。咁呢度咪有個二 set 咯，見唔見到啊？咁啊，二 set 打對面嘅兩隻角就係呢兩隻角咪應該一樣咯。咁所以隻角度就叫做 AE boy。咁理論上就係等於 Y。咁啊，原因啊，寫個英文先啦，就係 alternate。Angles 就会是 AD 就会是 parallel 个 BC 嗱，中文同学啊就叫做译俾你啦，就系、是、错角 AD 就系平衡于个 BC，OK 得唔得？嗱，此外 also 咁啊，中文叫此外啦 ，also 发生咩事咧？嗱，我哋睇到啦，咁就系、是、只角度 BAE。是啦 ,BAE, 嗱呢隻呢不如我哋就叫佢做 X 啦。点解我叫佢做 X 啊？因为呢个係一个平衡四边形嚟㗎嘛。咁平衡四边形嘅对角应该係一样㗎嘛。咁呢隻叫 X, 咁呢隻咪叫 X 囉。係咪都几明显㗎啦，就係隻角度就係 BAE, 就会係等于 X。咁原因就係 opposite angles,of 呢个嘅 parallelogram。嗱咁，所以其实继续我哋再去啦，就系睇一睇下呢个黄色嘅三角形，就系 in 呢个嘅三角形 ABE。嗱咁啊，中文嘅同学啊，即系在呢个嘅黄色三角形就系 ABE。嗱，我俾个 highlight 你啦，咁啊方便你温书啦。OK， 嗱好啦，咁啊由于我哋会知道嘅就係呢呢两条边係一样嘅 ,ok? 咁啊 ,AB 係等于个 AE。嗱，原因当然就係 given 啦，中文就叫做已知 ,ok? 嗱，咁所以啦，咁啊发生咩事呢？咁我最想知嘅就係红色嘅呢一隻角 ,ok? 嗱，咁啊呢一隻角我自己都觉得佢係 Y 嚟嘅。点解呢？因为隻角度 ABE 啦，叫做就会等于 Y。 嗱，原因就系乜嘢啊？因为呢两条边一样，咁两只底角咪一样咯。根本上呢个系一个等于三角形嚟噶嘛。咁啊，原因就系 base angles 就 isosceles triangle。嗱，中文就系叫做等于三角形底角。OK， 得唔得？嗱，咁所以我哋继续去嘅情况底下咧，我哋睇一睇啦。咁啊，而家喺呢个三角形里面继续啦。咁就将三只内角分别就系绿色嗰只 X， 再加只红色嘅 Y， 再加只蓝色嘅 Y， 加埋咪就等于180度咯。嗱，咁所以就系 X 就再加红色嗰一只嘅 Y， 就
再加蓝色嗰只 Y， 咁啊加埋晒就等于180度。咁啊原因当然就系 angle sum of 呢个嘅 triangle 啦。嗱，中文同学译俾你啊，呢句啊就系、三角形内角和 ，OK 得唔得？嗱，最后啦，即系 X 啦喺度，咁啊唔再用咁多 color 啦，蓝色算啦，再加好啦，咁啊 Y 加 Y 即系两个 Y 啦，二 Y 啦。咁啊，理论上就等于180度。嗱，咁就成件事搞掂。咁啊，终于 proof 咗，证明咗就系 x 加 2y 等于180度啦。OK， 得唔得？好，终于搞掂。嗱，咁就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别问题咯噃。OK， 好。嗱，如果冇问题嘅话咧，咁我哋就今日到呢度噶啦。OK， 好。咁就多谢大家今日嘅收睇啦。嗱，希望下次有缘嘅话，我哋再见啦。嗯，拜拜。